还有帮啊，帮神奇呵呵呵，这环贝安尼够大，大到这大丛啊，两只就大咗几条啦，哦，两只就几条啦，哦，啊，迄用啥物肥啊？就迄条迄个河吧，啥物安？啥物安？啊？啥物硫安哦？迄条河吧，氮磷加三尿素，氮磷加肥料三尿素，氮磷加，氮磷加氮磷加。哦，氮磷氮氮呐，氮哦氮哦，氮磷钾，氮磷钾。今天有人种不？哦，今天有人种。可能有，可能有。哎呦，阮家种的拢足细丛就开花呢，啊打许啊打打，咁拢无压水的款哦。啊，迄个上打啦。上打的呢，足细丛就开花啦，啊许啊拢臭乌。啊，迄个是人咧写的。无嘞，咁你人叫这人做肥料嘞。即拢做饲料，做肥料咧。做饲料。哦，做饲料。啊，你话呢？人人咧食，还是较歹照顾呢？差不多啦，人咧食拢差不多咧。跟住差不多，哎，跟住饲料差不多啦。哦，成只看。即普通有咧饲料诶啦。哦哦，即我饲料诶啦吼。啊，大龙坑甲大壳壳啦。嗯，啊，你落无落雨？无，讲即番麦园，大龙坑甲大壳壳无咧收迄个番麦。无咧喜欢只，即水平淹无只能淹。好好好，安尼哦。即若无也无啊，做灌溉也无。啊对。放水。好好，即无咧用水个，即那许碳田呐，打打横啊，即算打横啊，是水产啊。即都无食水个。啊，即无食水，我番麦砍一个哦。嗯，番麦砍一个。哦，番麦太只厉害哩。啊就，哦。番麦上讲到几个月就好啊，安尼几个月就好啊，四个月啦，对。啊，我看人个在拢放到乌索索，打壳壳啊，拢还无要收嘞。放到打打起来就菜。哦，放到打打菜，安尼哦。啊，放到打起来就菜，迄米啊，唔当袂烂烂。哦，米啊，当袂臭生菇个。袂害。哦，米啊，当袂生菇个。有。哦。淡淡的拢够生菇个。伊啊，伊个即马啊，做爱打打咧菜啦，吓。哦，爱打打咧菜。淡菜起来味也唔好。哦，菜味啊，要生菇伊啊，放袂久咧，放真，了了对。啊，迄个菜收一分地啊，偌济呢？一分地一千。哦，一分地一千个呢，哦，比家己菜个较方便啊。啊，你都一分一千。是有那么贵的？哦，对，一千了哦，好，安尼吼，这安尼偌济？这敢安尼够一分地？啊，这块田够一分地？这可能两分咯。这加上长，面积变大了，正常出地方少啊，只两分来，只要两分啦。安尼嘞哦，有一大嘞哦。两分。嗯。伊啊，做。长啦，长啦吼，哦，安尼就两分地啦哦。好啦好啦，哦，真方便。这敢有咧装药来？方便敢有咧装药来？伊个做。伊个咧种出来，药扫放落来，嘿，天长就扫落来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。哦，遐搞个样安尼啊。肥料药啊，拢做迄类啊。掺药啊，掺剂、掺肥啊，做就会衰嘞。哦，做会衰嘞。啊，伊个好年长迄种物件咯，伊个四个月过就无要紧了。哦，好年长哦，四个月过就无要紧。哦，好年长，唔是讲定毒侵袂？那。咁啊，会定毒侵嚟咩？系啦。啊，就即马，都搞落去，掺鸡、掺肥、掺，可能当做一下，当迄当迄阵倒落去。有。嗯，伊迄起来要种就煞对个啊。啊，好年当时咧对付土虫个呢。哦，土壤个害虫。哦，原来好年当时咧对土虫个。即无啊，虫爱食土壤，迄土个内底有虫吼。哦。嗯，爱食啦。嗯。爱杀落去。哎呦，啊，太浪漫了。啊，你做所有个农作物，初生你嘛拢有咧用。
蔬菜类啊，迄用汤好呢当哦。较少啦。较少啦吼。全后面有咧全农药啦。哦，后面全农药啦。就迄个马铃薯啦哦。哦。迄嘛拢用速冻咧。哦哟，马铃薯啊，全药全当哦。啊无够。伊迄个迄段时间，落消息了，伊就安尼讲。是啊。啊，话拢出水的时阵就糖，要无你种了吼，糖食了。哎呦，原来糖会食了哟。啊，是大鱼啊，乌乌鱼，迄时啊，无水的。对啊，无水的吼，要大。啊，细细长尔就开花出水啊，无啦，无需要开花。迄、你欠肥欠水了，无你应该。有欠肥就对啦。欠水啦！啊，你敢若挖一空，甲带迄个番马落去尔，无欠肥啊！哦，欠肥，迄安尼未成长啦！吼，欠肥啦吼！啊，土也无挖甲足松啊！无挖足松，但是你怎啊？哎，够肥啊！啊，拍吼！但是松松较未拍啦！哦，松松较未拍啦！哦，松松较未拍！好，安尼遮济学问嘞！那遮济学问嘞啦！无啦，是啦，你都。这样的生路过呢？用心无得搞，啊，土平个咧无见啊，有足贵，有足贵尔。啊，这后尾大樟就较无臭啊呢。有大樟较袂坏。是安尼啊，嘿嘿，遮济学问，听搞。啊，那像砍土，后尾安尼较大呢。爱净土嘞，那后尾才会较大。啊！你后尾做长咧大较紧啦。啊！伊迄根是顶下卡落。顶土底嘞。顶土底嘞。安尼砍土是咧做啥物用？后面倒落。对啊，砍顶嘞吼，后面也较袂倒。顶嘞较袂倒嘞。对。对，咩来对哩？啊！迄机械才好用嘞，安尼机。晒过就好啊嘞，晒过就好啊你，土就背好势啊你，哈哈哈。啊，真个是，伊个操作个啦，无你用人工无多啦，啊嘛袂好，用人工嘛袂好。啊，忝啦，辛苦。咁千外块，你请人工袂好嘞。好。啊，安尼用个土，迄个一工一寸地，安一寸。你上个月用地四五百。你加这较省啦，较简单啦，四五百。或者砍土迄都四五百就好啦，砍土迄较简单啦吼，对，安尼就搁肥了，搁种子了，搁伊好年冬迄较复杂啦，迄拍田迄较辛苦，啊采收的爱一千的，拍田迄较贵的，哪咧拍田咯，拍田咯，翻田咯，翻田咯。反正咧，差不多啦，正清，就咱正清啦。采收啊，正清啦。这着搁砍土，着搁一分四五百。不过安尼工钱啊，正济，工钱啊，油钱啊，肥料钱啊。啊，农啊，做农民，我算会使啦。算会使。那袂使，伊肥料要食饭要再来。对。要谈你。有。你食饭问题哩。有啦，对。啊！你彭先生，你敢有种番马哦？有小可。无介济。好。啊！迄是迄种农会敢有规定？敢若做偌济，种偌济？无啦，你有土地，你若有土地咯，农会有按迄啰会当报遐啊。你。啊！要种偌济，敢会报了？有会报啦，报。去种两分地，敢会报？有啊！我土地两分地吼，要种两分地，安尼会报啊？无报，以为咱家己收啊？哪会？无报，我袂当收。嘿嘿，遮济也不能啊！好，翻袂红啦。
好好好，哦，我桥底还伤忝啦，看来坐椅啊，我要来坐椅啊，较袂忝啦，哦。